这些宠物价值超过5000万。银蹄呢是全世界跑最快的狗，那个血统是最古老，曾经出现在埃及壁画上。这一只呢大概就要50万。长得跟豹很像，曾经有人出价200万要跟他买。那个藏獒它一只5000万左右，那你这一只可以换房子。你如果动作很大，它就直接攻击。有人好犀利，周一至周五，它又贵又凶狠，为何有人爱，有人养？